他们做的，我就想了一个啊，不给我钱呐、啊，这个是问题了，不是钱是不是问题？他不给我，我不要办法了，我就没有办法，他们就这些条条这样的，这是属于经典的问题了，没有大概的问题了。我很久的，我两个半夜，哦，这个是问题哦，这个不大清楚有没有给我，就不知道了。刚开始一块钱的，当然生气了，他不给我钱了、哦，这是问题来的吗？哈哈，没有钱在哪里可以啊？没有钱我就没有这饭吃啦，是不是？ 每个人会生气的，这个生气自己是造的，我会，哎，说给人家听，人家不会同情你的这样子。所以你现在都没有什么生气的啦？啊，能够不呀<笑> OK， 这样你还会继续驾三轮车在这边了哈？啊，大概是二十岁，二十岁，二十三十，二十赚不到，有没有问？没有定的，这样子，不是天天有的，这是很风险的，啊，这个是赚这个生活很困难的，不是天天有赚到钱的，再不进的可以了，那跑到太远了，跑到太远我就不可以了，做不到。 一点点啦、啊，他们又看到我来做，就说给我点钱咯、哦，这样的，哈哈哈。